两人一定会相爱，但相爱之后呢，这就是一个人到两个人之间最有趣的变化。两人相爱以后，有很多的问题是真的很难克服的，可是我慢慢的相信一个道理，你不要老是想把自己的缺点改掉吧，你要加强自己的优点，你要把这优点一直往前推，那个缺点就相对来说被比下去了。我觉得感情也是这样，一定要把两人可以有共识的那一块，有感情的那一块要把它加强，那两人之间就是没有办法对话的那个地方，那就把它孤立。婚后两人相爱以后，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逐步的去调整，要 give and take 嘛，我们得到一些让一些，其实夫妻之间有很多的那种妹妹嘎嘎是很有意思的，这就是一个人到两个人之间最有趣的变化。